证据了，给你看一下。这几条新闻我看过，分别发生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而且我还有新发现：陈阳，2006年开始从事艺术品收藏。 2009年在上海组织雷诺阿早期作品拍卖会，2013年初在北京创立亚伦艺术中心。我查了这几件新闻涉及的拍卖公司，亚伦要么是股东，要么就是顾问，反正多多少少都跟他有一些关系。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可以肯定的是，亚伦是这几起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我现在可以断定，亚伦不仅仅是商人，还是一个嗅觉美人的猎手。 他不仅懂得如何捕猎和隐藏自己，更重要的，他懂得生存之道。每次都可以全身而退，而且毫不留痕迹。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整件事情包括悠悠，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悠悠就是他一个棋子。看来我们正在低估他的手腕，但是过于自大的猎人，容易忽视自己的软肋。如果悠悠是他的棋子， 但当棋子有了自己的判断，胜率就要重新计算。你是说，悠悠还会帮我们？是不得不帮。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相信他，因为他的愧疚，不会让他坐视不管。 这几天发给你的微信，你收到了吗？收到了。那你为什么不回我呀？我该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呀。电影、咖啡，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你这几天在做什么？你不理我，我心虚呀。你是想问那幅画吧？是，我是想问来着。 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那不就是一幅画吗？身外之物。其实我早就应该把它给捐出去，就没有后来这些事了。现在这样，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嘛。你倒是心挺宽。悠悠，我已经拥有了我人生的无价之宝，那就是你。 悠悠，你让我知道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去爱。我活了一辈子，活给别人看。现在我要活给我自己看，活给你看。别人怎么想的，他爱怎么想，我不在乎。哎，大叔。 你不会以为我真爱你吧？刚才那词儿哪儿学的？儿子教你的？你在说什么呀？你要真想感动我啊，说话的时候要么加点眼泪，嗯，就跟我之前似的，效果特别好。还有，什么在一起不在一起的？你也知道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什么。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是说？
我给了你一副假话，可我给你的时候的确是真的，我没骗你。那就是我骗你了呗。哦，我把真的拿走了，完了放一假的锁在保险柜里，然后我再拿出来还给你们。但我傻呀，大叔玩呢？这事要说出去荒唐不荒唐？你说，这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你是无辜的，至于画的真假，那是我跟你们公司签订的合同，跟你没有关系。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通过法律去解决。话我已经拿出来给你儿子了，过了他的手，谁知道他是不是中间动了什么手脚，把真话变成假话再还回来？这要报警，也得是我们先报。你在说些什么？ 明天，私人藏品厂的最后一天，也是亚纶艺术中心的周年庆的拍卖会，这是我们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现场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亚纶会在拍卖会上拿出真迹，万里双；第二种就是他拿出来的是一幅假画，现场揭穿他造假，让身败名裂。那万一他们没有把画拿出来呢？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要求他将油画如约归还。 如果他不还的话，我就起诉。蛋蛋，你实在是无懈可击，我对你顶礼膜拜。OK， 现在我分别加任务，周一，你随时提问，打断亚纶的解释。记住，问题要尖酸刻薄，我相信你可以。叶子不甘，你们把房车开到停车场，叫上我。你和你爸在房车内待命，随时进入现场，听我指挥。雨光，你的扮演路人，通风报信。如果有紧急情况，随时通知我。 OK， 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各位媒体老师可要做好准备啊！这可是一个大新闻。由于种种原因，本次拍卖会不在亚纶艺术中心停业半年，何时再开，请大家再会。你说啥？傅和大师。 惭愧叫你认出来了，不好意思啊，让你的人扑了个空。我都没想到，用情太深，反受其害了吧？老爷子不是就这么吃的亏吗？不好意思啊，谁让我也不喜欢叔父，把货还给他，不然的话我盯死。 哎，对了，希望我们在国际拍卖会场见啊！今天这时间扣得正好啊，从艺术中心出来，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到机场，直接过安检，时间啊，一点也不耽误。老大英明。
晚上俺们到西双版纳就能吃菠萝饭了。什么符合大师啊，无能之辈，我早就注意到他们了。哎呀，从我进事务所以来就没输了这么惨过。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太憋屈了。干什么呀，一个一个的。那既然输了，咱想办法再把它翻过来嘛。李段呢？哦，他刚才发了个微信，他说让今天大家都散伙，他要一个人静静。这算什么呀，他才是领导者，计划是他制定的，他才应该对失败负责任，结果躲起来了。于公公，现在大家伙遇到困难了，应该共同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埋怨吧。好，一起解决问题。他人呢？不是你几个意思啊？现在当务之急先把李段找回来，就你们俩吧，不干交。于老师，你俩找去吧。得嘞。于老师，失败的感觉怎么样？到处都是虫，聪明人太少了，友情太少，深受其害。萨拉班挺狗。其实我知道，你跟何总以前的故事，还有周末对你的感情，要不是因为他们，我是不会过来找你的。我一直不懂，这次联合行动，何总为什么会特定让你当总指挥？有的时候吧，权力过大，就是对无能者的惩罚。说心里话啊，我一直很好奇，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怎么也没想到，一遇到事儿就躲起来逃避现实。这种人我最瞧不起了。别假装听不见，不是吗？要不是你非要固执相信悠悠的什么真爱，咱们怎么可能会落到这个地步？人家亚伦已经飞到西双版纳了吧？而您却一个人躲在这儿喝酒，让我们所有人替你着急。真替女神觉得不值。亚伦要去云南，你怎么知道？哎呦，你会说话，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呢。我查了他们的航班信息，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会降落在云南最南边的景洪镇嘎萨国际机场。希望我们在国际拍卖会场见啊。去哪儿啊？找到了吗？没有。想明白了，明白了。爸，我想明白了，这回我彻底想明白了。您别太难过了，画没了就没了，吃一堑长一智，也许是好事呢。咱未来日子长着呢，钱算什么呀？身外之物，能有您身体重要吗？您说您心脏病要是七出个好歹，咱后悔都来不及啊。
不就是4000万吗？8000万，现在是8000万。不干，能不能少说两句？没事，你让他说。8000万很多，这不还不到1亿吗？你说8000万在二环最多买7、8套房子，爸，你说这7、8套房，哎呀妈呀，整个一个单元呀！啊，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哎呀，叔叔，你别自责了。哎，行了，爸，你心脏不好。行了，爸，不说了，回家啊，走。慢点。你们也回吧，这几天为我们家这点事儿啊，大家不少费心了。回吧啊。你再等会儿吧，恩公还没回来呢。等什么呀？这还不明白吗？李段是自作聪明。把事搞砸了，这会儿躲我呢。我早就说过，这个悠悠有问题，有问题，他就是不信，非说要相信爱情。好了，相信了，这回算是赔了夫人又折话。走，行，不说了。看你这话说的，他肯定给你想办法去了。以他那性格，他能诚心躲你吗？那他人呢？教授。我有新办法。其实我们早该想到，陈亚伦一直在做艺术品的走私生意。艺术品走私？后天在缅甸仰光的疏勒大道有一个艺术品拍卖会，亚伦这个时候赶赴西双版纳，只有一种可能，他早就计划好要从云南非法偷渡到缅甸，在拍卖会上把这幅画卖掉。那我们赶紧跟拍卖会的组织说一下，让他控制住亚伦。从法律上来说，他的合同并没有任何问题。通常在正规的拍卖会周边都会有出价更高的黑市交易。亚伦更可能在黑市上卖掉这幅画。订机票，马上订机票！我就是追到缅甸也要把这小子弄回来，我跟他拼命！我也去。这幅画在我手里待了这么多年，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丢了，更不能让他就这么卖到国外去。我得找悠悠，我得当面跟他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就查机票。哎呀，来不及！就算是你们都有护照，现在订机票最快明天到。而且你都还没到呢，他们的画已经卖出去了。那现在怎么办？36计中有一计，围魏救赵。教授，你以匿名的形式给缅甸仰光的拍卖会发举报信，告诉他们有人走私艺术品。是。余光，你整理一下所有关于亚伦的生平资料。我要你找到陈亚伦从进入这行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经商记录以及买卖的艺术品清单。这一次，我们要把他的老底都翻出来。搞定。从余光查到的信息来看，亚伦出手文物的频率倒是很高，而走私的账目记录、联络人名单这些非常危险的资料，他不可能随身带出国，因为随时可能遭遇海关突击，不安全。以他谨慎的性格，也不会把那样的铁证留在家里，最大的可能就是藏在亚伦艺术中心。只要在拍卖会开始之前找到这份资料，我们就能用这个罪证做筹码，迫使亚伦自己把画带回来。可是资料在哪儿呢？会找到的。Hello， 亚伦先生，你好啊，好久不见，猜猜我在哪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在酒店吗？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看我找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啊？哇，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被我找到呢？看得清楚吗？要不要来个特写？啊？看到了吗？我没看错你，你是个聪明人。没错，聪明人总会跟聪明人有生意做。怎么样，要不要飞回来我们当面聊聊？我简直太愿意了，给我点时间查查最近的航班行吗？不用了，我已经帮你查过了，明天东航最早一班7575。我真是太谢谢你了，你怎么能想得这么周到呢？啊，周到是我们复合大师一贯的工作作风。哦，对，千万不要把叔叔的东西忘带了。怎么可能？那咱们说好了，明天下午2点，亚龙艺术中心见。你带上那个 U 盘，就咱们两个人，谁也不许多带人，一手钱，一手货。我相信明天肯定会特别愉快的。我等你。亚伦总，什么？下午2点之前全部撤离艺术中心？不是，我们要都走了，艺术中心就没人了。是，保证按时撤离。今天机场又不堵车，20分钟之前就应该已经到了吧？你这时间算得可够准的呀！我是提前到了2分钟，我现在在车里等着呢。为什么不进来？这可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U盘都给你备好了，这事早完早了，免得夜长梦多。那当然了，可是啊，我这突然想了一下，不太想见你了。什么意思？和你相比，那我当然更喜欢看美女了。如果来的是那天我见的那个美女，那就更好了。谁？您这记性不太好啊。他在外面办业务呢，赶过来要2个小时，你等得了吗？如果我要是不同意你的条件呢？难道 U 盘你就不想要了吗？我承认，这个 U 盘无论如何都是我想要的。可是你们那么多人，我觉得不安全呀。那和自身安全相比，我只能压抑一下我对 U 盘的渴望了。听着，我已经飞回来了，这就是我的诚意。我也希望你们拿出点诚意来，不要跟我讨价还价。见那个姑娘，否则这个万里霜大老远飞回来，我可不保证她缺个边少个角的。按我说的做。还有，让你的同事通通离开地下停车场，不然一切免谈。
确定让他去。带大家先回事务所。我不叫小美女，我叫周末。画我带来了 ，U 盘呢？小美女，你还挺厉害呀！我不过去，咱们怎么交易啊？把画放到地上，我把 U 盘也放到地上。这就行了吧？你看你，咱们又不是拍警匪电影，我是个生意人，不是罪犯，啊？少那么多废话。我先拿着画，你再拿 U 盘。都听你的。往后退。你看你，干嘛把这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啊？这整个艺术中心都是我的，你们不是明里来暗里去好几回了吗？这么多监控对着我，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啊？小美女这么厉害，以后可不好嫁人啊。喂。你就不怕这张画我又换了一张假的吗？周末
住下！是我们误解了悠悠，他现在正一个人去停车场拦截亚楠，你们赶紧过去，晚了怕他有危险。跟我斗！宝花放下。悠悠，不是你，你怎么回来了？我是坐咱们那班飞机的返航航班，比你晚到了不到一个小时。哦，那你早说呀，咱们一起回来多好。哎，对了，我跟你说，你最好别动，不然撕了这文件。哎，别，有什么话咱好好说行吗？毕竟同事一场。不是这 U 盘的事儿。是你告诉咱们的是吗？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算计我。陈亚伦有一份绝密文件。不是这破游戏有什么可玩的呀？亚伦要去云南，你怎么知道？我查了他们的航班信息，一个小时之后他会降落在云南最南面的景宏镇扎萨国际机场。亚伦这些年非法买卖的账目都存在一个 U 盘里，就在他办公室摄像头后面。我说了，把话放下。进门前我已经报警了，今天你走不了。朱姨，麻烦你开快点啊！我的天哪，不是我今天是中了邪了吗？不是悠悠，咱们说句良心话，自打半年前我招你来艺术中心，我没有亏待过你。我承认，正是你的这种精心包装欺骗了我。半年前你的助手干得好好的，突然辞职。你在聘我过来之前，咱俩一起做过一两单艺术品生意，你表现得很好。虽然你知道我的底细，但你却并不在意，反而给了我一切。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你是一个少见的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商人。你让我对待客户的时候再主动热情一点，我都没有多想。我以为那是每一个老板都会提出的商业要求。你让我接近老包，说他手里有幅画不错，我真的以为你是为了艺术，我就按照你说的那样说服了老包，让他把画拿了出来。直到你把我调开会议室，背着我把画卖给那个冒牌南洋富商的时候，我才看清了你的真实面目。这幅万里霜是中国早期油画的代表作，这位画家叫费大方。不是悠悠，你要是这么聊天的话，那算我看错你了。生意就是生意，我们要的就是一结果。不是你不会那么幼稚吧？我真的很幼稚啊！直到前几天，我见了你之前的助手，才知道他辞职的真相。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跟我说起你的样子。如果不是他，我怎么会知道你的 U 盘放在什么地方？相信里边的内容一定会非常精彩吧。哼，既然是这样，你怎么还敢拦在我面前呢？因为你要是把画拿走了，就是要了老包的命。老包要是没命了，我也没法活了。不是你说你这要死要活的，你跟老包到底有多深的关系了？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了，悠悠。这样，与其被别人误会，还不如咱们俩潇洒一点。现在这画的所有权就是你跟我的，咱们俩各占一半。有了这次合作，咱们也算同舟共济了。以后你就跟着我，我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想都别想，这画是老包的，我得还给他。我懂，为情所困的好女孩都这样。可是你可千万别忘了，老包的画可是你骗来的。这老包一家都快活活恨死你了吧？我都替你发愁。即使你把画还了，你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万一画还了，人家还是不接受你，你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吗？
喜海，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在问我，老包年纪比你大那么多，如果有一天他死了，我该怎么办？其实说实话啊，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我爱他，他如果不开心了，我比死了还难受。如果我把这幅画还回去，老包不再为此伤心难过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我本来也不会再见他的。疯子，纯他妈疯子！把你手里的那颗生命给我，拿过来。我不会给你的，除非你把画给我。你这是找死啊！你给我！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没事，没事，没事啊。谁说的？我觉得已经超级棒了。从今天开始，我已经对你刮目相看了。要不是你那样面对亚伦，就不会有后面神奇的大逆转。太棒了！真的吗？肯定啊。哎，不是，你说自己笨是让我变着法夸你是不是？嗯，因为从小缺爱的小孩就喜欢让人夸。真拿你没办法，快点吃药。恩公啊，我记得你以前分析蒋婷婷的时候，你说生病了就想索要关心。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父母天天吵架，只有在我生病发烧的时候，他们才能和好如初。两个人对着我忙前忙后，一家三口在一起非常的温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天盼着生。也许这就是小孩的某种本能吧。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对。你这个人吧，干什么都快，做事情啊，吃饭啊，办事啊，包括走路。你都快，唯独我现在生病了，你才能慢下来，慢下来，听我把这些小小的心情说给你听。闭嘴，把药吃了，快！闭嘴怎么吃药呀？说不过我了吧？你也有说不过我的时候呀。如果你把药吃了的话，我可以慢慢的。倾听你每一个小小的心情。我好想你。
心像打翻了的浴缸，世界都翻动了，看不清。多少过去，多少情绪，最后你把门关得很紧，突然回忆都在眼眶里。那一次淋着雪的旅行，那一件搂着我的风衣，那一天才是我第一次泪光靠在你怀里。后来不起对不起，想答应不爱你，可分手的礼貌我们都客气，为什么我自己最变了的任性，心却还会输给你。来不及对不起，答应的不爱你，骗没了争吵以来的自尊心。突然失落的我，隔着转身的你，什么情绪，我输了自己。对不起，想答应不爱你，可分手的礼貌我们都客气，为什么我自己最变了的任性，心却还会输给你。来不及对不起，答应的不爱你，骗没了争吵以来的自尊心。